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对这个果树进行了那个起早生温，就是日常的管护，包括浇水、施肥，还有就是起棚、老棚。那个我们每天早晨来上班之前，先就是进行那个体温测试，下来就是对那个公共场所的那个日常消毒，包括佩戴口罩。完了就是在工作当中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防护也是做的方方面面的，都是比较那个全面的。一年一季栽一春，过了年的春期了，这就开始除棚。除棚就是浇水、加温。天气越来越暖和了，我们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我们有个好收成。